5 seconds. Thank you for the follow, Corey. The way.醒醒，大伟哥，醒醒，醒醒，大伟哥，醒醒，醒醒，大伟哥。嗯，大伟哥，你醒了？怎么了？是我讲的太无聊了？刚太累了，睡着了。我们刚说到哪了？我们刚才在聊2020的决策方案。来，你看一下。Oh my god. 欢迎莅临匹诺康尼这位先生，请问您的姓名是？开拓者尼古拉斯·大伟。Nicholas the Way。It's like the anime opening style thing. Yo. 开拓者，大家好，欢迎来到崩坏星穹铁道2020版本。假如在午夜入梦前瞻特别节目，我是你们老朋友大伟哥。大家好，我是崩坏系列 IP 烧鸡。不管各位的世界有没有昼夜的概念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and good evening.烧鸡老师，这位对于崩坏系列老玩家也是老朋友了。大家好久不见，大伟哥也好久不见。我猜这会儿直播间弹幕应该都是你谁呀、啊？上次和大伟哥同台录前瞻，应该是崩坏36周年庆典了吧？将近1年半以前了。这次也是非常荣幸能和星穹铁道团队的各位一起为大家带来匹诺康尼的内容预告。那话不多说，咱们赶紧进入正题吧。看完刚才的视频啊，我感觉我已经完全沉浸在了这个金碧辉煌、繁华夺目的全新世界了。想必屏幕前的各位开拓者也跟我一样期待已久。小鸡老师，快为我们介绍一下吧。当然没问题。正如大家所知，星穹铁道主线故事是开拓之旅嘛。此前经历了三个站点，空间站、亚一洛六、仙舟罗浮也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主题，所以旅途的下一站自然也希望能保留这种新鲜感。所以最初的构想就是一片群星荟萃的大舞台，这里不仅有当地人，还有许多来自银河的不同命途、不同派系的人，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因为一个契机来到这里，彼此之间产生交流、产生碰撞，又因为是上线后的第一个新站点，自然而然就产生了银河宴会的想法，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盛会之星匹诺康尼了。哦，原来是这样的发展。在故事中，匹诺康尼是童鞋家族的属地，一座五光十色的梦幻大都会，这里欢迎银河中每一位寻求机遇的逐梦者，是名副其实的梦想之地。此次星穹列车前往也是受邀参加一场名为协约大典的盛会，这也是家族首次向其他派系公开发出邀约。哎，你提到了梦想、逐梦客还有梦想之地，好像这里的一切都与梦这个概念有关。
是的，这就是匹诺康尼最大的特色，一个梦的世界，在这里人们游走于现实与梦境之间，在梦的国度享受理想的生活。啊，那岂不是这里人们一直都在睡觉？嘿嘿，正是如此。在现实中，匹诺康尼是一座巨大的星际酒店，也就是白日梦酒店。而在很久以前呢，它是星际和平公司关押犯人们的边陲监狱。而漫长的时光过去，在发生了许多事情以后，如今它摇身一变成了闻名银河的度假胜地。从监狱变成酒店，难怪它的外观看上去这么的独特。是的，毕竟整个世界就是一座豪华酒店嘛。那视频里繁华的大都会难道都出现在梦里？大卫哥已经发现了，如果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高档酒店，又怎么能吸引来自全宇宙的客人们呢？对于这些别有所求的人，酒店其实只是通往匹诺康尼的第一步。当人们在前台办理完入住，回到自己的客房下榻入睡之后，他们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踏入了同一座金碧辉煌的梦中，而那里才是真正的梦的世界。所以这才是匹诺康尼的主菜啊！哎，我见过不少酒店啊，但这么有特色的住店方式啊，还是第一次见。因此白日梦酒店的客房也有些特别，其中最显眼的当属那个入梦池。通过这种特殊的睡眠装置，客人们便能在家族的保护下往来于现实和梦境之间。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匹诺康尼的美梦当中是只有快乐和幸福，没有任何危险的。没有任何危险？真的没有，这可是童鞋家族的属地啊！匹诺康尼的五大家器会齐心协力，一同守护美梦的和平。而在初次入梦时，各位客人也会因为自身经历的不同，去往不同的梦境。那我们即将抵达的这个梦境是什么样的呢？在 2.0 版本的故事中，开拓者首先抵达的是名为黄金的时刻的梦境。据说这个名字代表了午夜十二点的前一个瞬间，它顺应人们不希望今天结束的这样一种愿望而形成。在这里明天永远不会到来，所以这一夜的狂欢也永远不会结束，把那些属于明天的压力和烦恼全都停留在明天。今天要做的就是享受今天的快乐。这就是匹诺康尼。你可以带走高楼街道，你所看到的一切，但你永远带不走人们心中的梦想。在梦想之地，人们用梦创造财富和奇迹。既然都说到了 2.0 版本的故事啊，不如烧鸡老师就顺着这个话题为我们介绍一下匹诺康尼的开拓任务。 yes, 没问题，这也是我最期待的环节了。Oh my God, 像之前所说的，对于开拓的旅途而言，新鲜感是很重要的嘛。之前几个世界在故事上也都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那匹诺康尼当然也一样。这次的故事风格用我的话来说，大概会比较轻松快乐以及阳光吧。轻松快乐 upbeat 阳光，对，没错。正如之前所说，因为这次列车组是受到家族邀请，以宾客身份前往盛会之星的，所以在同些地盘上多半也不会有什么惊险奇遇。这次也没什么迫在眉睫需要列车组去解决的危机，最重要的目的反而是好好享受，好好度假。We have to enjoy the vacation。享受假日，可我感觉你说的好像和刚才视频里的内容不太一样啊。这我可以解释，毕竟是美梦的世界嘛，发生什么光怪陆离的事都是不稀奇的。我猜大伟哥指的应该是开拓者大战垃圾桶那段。对对对，确实令人目瞪口呆。看分镜的时候咱们就说这段一定要放在视频的最高潮，特别符合匹诺康尼的基调。其实在我看来，这也是星穹铁道最大的特色之一，有一种属于年轻人的活力和浪漫。对不对？我说的不止那一段，我明明看见连星河猎手都登场了。哎，大伟哥，你就相信我嘛，星河猎手也可以来度假啊。They're also here for a vacation。一切的，所以在匹诺康尼什么都有可能发生。Feel like he's gaslighting in that way。星穹列车和星河猎手握手言和这种事也是很正常的啦。这次受到邀请的也远远不止这两股势力，在纸醉金迷的盛会上邂逅来自银河各个势力的风云人物，结下深厚的情谊，进行一些敞开心扉的交流，对于开拓的旅途，这同样是一种连接世界的方法。不是，你刚才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掏心掏肺，但感觉这个词可能会有点歧义，就马上改正了。真的，虽然场景是午夜，但匹诺康尼的故事基调真的是非常的温暖，非常的阳光的。昨天我们刚完成主线接近尾声的台本，有一位角色说了一句我非常喜欢的台词，现在我赐予各位直视太阳的权利。我相信这就是匹诺康尼想向各位客人们传递的梦想，一些扎根于人心中的无比温暖的事物。我怎么这么不相信呢？在这里还想透露一下，二点零也只是故事的开端。匹诺康尼开拓任务的主体部分会持续2.0 to 2.23 版本，后日谈的形式正式结束。这也是星穹铁道迄今为止体量最大的故事。Four batches。如果各位开拓者能从中获取片刻欢愉，就是我们最大的。Jet four batches。不过以我对项目调性的了解啊， really、你们不会做了什么不通关就会醒不来，在梦里死亡也会导致现实中死亡这种设定吧？
不必困扰，那就由我们梦境世界的向导项目组的白老师来解决大伟哥的担忧吧。Wait， 各位开拓者好，我是崩坏星穹铁道的场景美术白宇。为了防止大家在匹诺康尼的游览中迷路，还请白老师先为开拓者介绍介绍。好的，我们首先声明啊，来到匹诺康尼梦境中的游客们呢是非常安全的。而为了能让开拓者在匹诺康尼中更好的体验梦境世界，星穹铁道项目组也在场景设计上做出了许多努力。比如我们许多研发同学升级了显卡。Okay. 当然，当游客们来到黄金的时刻，就能感受到浓厚的爵士时代的风格。这座城市奉行糖浆主义的生活方式，说白了就是享受生活。所以这里整体上是一种非常欢乐、繁华，但又有点荒诞的氛围。大家在这里能够看到飞在天上的囚笼车，密密麻麻的交通轨道，或者特别闪烁的霓虹灯牌，还可以体验到巨型的扭蛋机。或者在奥地购物中心来一场疯狂的购物，的确很繁华。那么荒诞指的又是什么呢？因为黄金的时刻是一个梦境嘛，所以这里面提供给大家的享乐方式很多都是超出常理的。比如匹诺康尼有种糖浆饮料叫苏乐达，它有很多不同的口味，喝进嘴里是气泡水的那种口感，在匹诺康尼非常的火爆。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连城市的水管、喷泉喷的水，甚至是囚笼车燃烧的燃料都是苏乐达。此外，我们还有个公园叫艾迪恩公园，里面有种超大型的香槟塔，里面装满了苏乐达，甚至天空炸开的烟花都是由巨型汽水瓶发射的。啊，感觉苏乐达算是匹诺康尼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在这座城市当中，毕竟都已经升级，还能遇到许多不停追着你跑、朝你推销的广告牌，就真的往你脸上去堆，以及那些碰一下就会吐出钞票的印钞机这样子神奇的物件。这么好的东西，果然只存在于梦里啊！在街头，大家还会经常看到许多皮皮新人。That does look like rupees to me, though. That looks like 2,000 rupee notes. 哦，他们都带着小绒球，很好分辨。一个个小小的，感觉就像小大人一样。除此之外呢，匹诺康尼还有着非常著名的卡通形象钟表小子，他的雕像位于黄金时刻的主干道，感觉有点眼熟啊！我想起来了，我在办公室做过一个梦，梦到过他。这位钟表小子看长相就觉得特别的匹诺康尼啊，他也是当地最长久最著名的动画 IP。 这部动画呢讲述了钟表小子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在美梦小镇生活冒险的喜剧故事，据说迄今为止已经连载了10,000集以上了。在2.0的版本游戏中，开拓者可以体验许多钟表小子的相关玩法。随着匹诺康尼的游戏历程，还能对钟表小子的雕像进行升级，解锁更多的造型。And I love more. 它代表着梦境世界里荒诞、充满童真色彩的流行文化，所以大家会在匹诺康尼的各处见到它。这个也算吗？您就说这梦不梦境吧。那在梦境中还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吗？当然，在梦境世界探索过程中，开拓者还会遇到很多奇妙的景观。我们觉得地球上的生命发源于海洋，那种幽闭、光怪陆离的视觉体验和梦境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所以场景中增加了许多鱼群、波浪的光影效果。大家会在梦境中看到光怪陆离的会客厅，或者鲸鱼飞过的天空。此外，大家还会看到各种重力发生变化的房间，这也是跟我们梦中有时会出现那种轻飘飘的感觉相呼应。时间和重力是匹诺康尼两大重要元素，它们有时会因梦境的影响而发生错乱。同一个场景在现实和梦境的两个层面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项目组的同学们有心了啊，那我更加好奇了，在梦中的战斗与游玩体验是否会和之前的几个世界不一样呢？这是当然的，毕竟都已经要去做一个围绕梦展开的世界了。当然也希望各位开拓者在游玩时能真切感受到梦的那种自由和奇妙无比的体验。所以在设计玩法时，基于梦境这一主题展开了许许多多的想法，比如说在多维度的空间里面行走，或是重力错乱等等特殊的体验，就像是人们对于梦境的想象。Can they let us jump though? 没错。而在一个场景中呢，制作出多维度的表现效果也是我们最大的难点与挑战。我们希望通过出乎意料的游戏体感、沉浸式的氛围塑造，真正的让玩家们体验到梦境和现实的不同。这也是崩坏星穹铁道项目组一直以来创作的初衷，希望能持续不断地带给大家惊喜。具体的特色玩法与奇妙的战斗体验，大家也不要着急，我们将会在稍后的节目中详细介绍。感谢白老师，
我感觉啊，这次前往匹洛康尼的开拓旅程远比我预想的更加丰富啊，有趣的程度更是超乎想象。不瞒大伟哥说，开发过程中我们要把抽象的梦境概念，甚至是许多关于梦境的高维设想，转化为场景的视觉表达，有时候就不得不采取一些精神分析法，看看 IP 同学的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以便和他们展开一些深度而友好的交流。啊，是这样的精神分析啊？好像也是有这样的事呢。不过我记得刚才白老师还提到匹诺康尼有种特殊的当地文化叫苏勒达，我看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口渴了，不如先去喝一杯吧。好，虽然烧鸡老师十分生硬的扯开了话题啊，那我们不如稍事休息，去整点汽水喝喝。开拓者呢也千万不要走开，接下来会带来2.0版本的角色和更多的讯息。Okay, I think we get a code now. Yep.The music, I can't. Looks like the hotel. What? Is this the pinball? It does feel that way, yeah. So it has such a nostalgic vibe.感谢大伟哥。那么接下来，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新朋友。各位开拓者大家好，我是崩坏星穹铁道的游戏设计阿成。欢迎欢迎，让我们品尝美味的苏勒达。Oh no, one of the I think Dawei's line fell. 我了解了许多有关匹诺康尼的有趣设定，那现在我更加迫不及待想知道，在这方奇妙的舞台上会有哪些新同伴登场呢？刚才我们也聊到，在家族的宴会中汇聚了形形色色的代表各方势力的宾客，他们的立场和目的当然也各不相同嘛。那我们首先介绍这位大家期待已久的神秘来宾黑天鹅。黑天鹅是一位占卜师，也是来自流光溢平的译者。其实早在《千千纪游 PV》有关星空的预言集中，他就已经出过场了。那时他给人的印象也是非常的擅长占卜，对一切都很有把握，非常的从容。在之前的剧情中啊，我只简单的了解过流光溢平这个神秘的组织，我知道他们的信徒一直在追随着记忆星神福离。没错，流光溢平的译者们放弃了肉身，以魔音的形式穿梭于宇宙，为星神搜集星海间最珍贵的记忆。啊，魔音？什么魔音？魔音声是吧？当然不是这个魔音。黑天鹅对其他人的记忆非常感兴趣，他会非常耐心地聆听他们的回忆故事，然后加以收集整理，最后变作指尖的一张张纸牌。你会发现他的脸上总是挂着耐人寻味的笑容，但这只是他作为占卜师的习惯，并不一定出自真心。作为流光溢平第一位正式出场的角色，我们希望能展现黑天鹅高贵优雅的气质，以及与记忆这个概念紧密相关的空灵感、神秘感。所以我们决定以塔罗牌作为这个锚点。I can't believe we're getting us so fast. 大家仔细看黑天鹅的战斗动作，就会发现它的普攻、战技都是用塔罗牌来攻击敌人，动作中的表现也有很多漂浮、悬空的设计。所以战斗的时候，黑天鹅是在为敌人做卜算吗？对，可以这样理解。大家如果在生活中有过占卜的经历，应该就会有这样的感受。占卜师特别喜欢在你面前抓牌、看牌、抓牌、看牌，然后挑一张牌给你看，顺便附带一些很难懂的解读啊。那你越是听不懂，你就会越觉得占卜师非常的神秘。所以的话，我们就觉得塔罗牌非常能体现黑天鹅的神秘的性格特色。Dawei is really shaking his head like his life depends on it. 我们也对塔牌进行了大量的简化，就像当时我们为青雀设计同一牌的时候做的玩法精简一样。我记得青雀最后是保留了同花色胡牌的玩法，对，但是和青雀那种连续出牌爽一方的感觉不同，黑天鹅是给你加个状态，等到你行动的时候再生效，这就很像先占卜然后揭示命运。作为一位虚无命途的风属性角色，黑天鹅会通过卡牌的重重抑语在敌人身上降临他们的命运，
在战斗中，黑天鹅使用普攻战技攻击敌人的时候，都有概率被敌人施加命运卡奥技。这个奥技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实际伤害，它的层数是可以叠加的。随着叠加层数越来越多，敌人身上的命运卡会升级，对敌人造成的持续伤害效果会提高。所以黑天鹅是不是会比较适合与持续伤害相关的角色组队搭配呢？没错，它的配对其实非常灵活，只要你尽量的叠加奥技的层数，就能对敌人造成非常可观的伤害。看来这名占卜师啊，习惯为人预示厄运。那倒也不是，其实是因为在入队之前，黑天鹅的好牌呢都被开拓者已经抽走了，那么留给敌人的只剩下恐怖的命运了。开拓者人还怪好的嘛。除了黑天鹅之外，在2020的家族盛宴当中，假面愚者花火也即将登场，这是一位同线命途的量子属性角色。啊哈，我知道他是欢迎的性格。I can't believe that it shows. 性格，我觉得大家听名字就能 get 到了。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以欢迎为目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假面愚者。也因而，在角色设计当中也能看见面具这样子。Yeah, the old is for sure. 那这位假面愚者的技能应该也非常的令人欢愉吧？没错。哎，大伟哥，你觉得人生痛苦的根源是什么？ What is the root of people's suffering? 作为三岁的人类，我们通常都活得非常可耻。你会发现有很多规则，What's the root of people's suffering? 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在哪，但你就是要遵守，然后压抑自己。但是花火是一个践行欢愉、肆意张扬的小姑娘，她做事只有一个原则，找乐子，一切规矩都不能束缚住她。所以我们呈现花火欢愉特质的方式就是解除限制。当花火在队伍中时，队伍的战绩点上限会增加。花火释放中间机之后，才能一次性给队伍回复多个战绩点。哇哦，战绩点敞开了用啊，量大管饱。这下是不是打破了战绩点的限制了？众所周知，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花火不仅打破了队伍战绩点的限制，还让队伍在使用战绩点时造成更高的伤害。嗯，不错不错。某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小龙人和小麻雀默默地点了个赞。哎，那你们什么时候能打破一下回合制的限制？哎，这个也是有的呀。花火的战技能使队友提前行动， Advance、我方回合完了还是我方回合，主打一个及时行乐。看得出来啊，花火的行乐、啊、是建立在敌人的痛苦之上的。被拉上来的队友是不是欢愉我不清楚，但作为玩家的我的确很欢愉。I'm definitely. Oh my God, that way surely plays this game. I can see the enthusiasm. 了解到更多有关黑天鹅和花火的故事。OK, we get a companion. 那么除了这两位参加宴会的宾客之外，听闻还有一位本地人也会在2.0版本登场。There's a native. 是的，他就是百日梦酒店的门童米莎。一般来说，大家平时看见米莎时，他都穿着员工制服，为来来往往的客人们提供服务。Oh, yes, 作为门童，他的工作主要就是帮客人们推行李车、打扫卫生之类的。脏活累活虽然很辛苦嘛，但每天都会从来来往往的宾客口中得到许多新的趣闻。米莎这么小的年纪就要上班了？可能对于工作而言，更重要的是他从客人口中得到的关于外面世界的一切。他对匹诺康尼外的一切都充满了兴趣与好奇心，特别喜欢这些漫游宇宙的故事，希望自己总有一天也能到外面世界去看看。不过暂时酒店的事情还是太过繁重了，所以尽管米莎一直在努力工作，还是免不了会出现一些意外状况，比如不小心打翻客人的行李。哎，这个行李车要是能来撞人一定很爽吧。你的关注点总是特别的别致，不过咱们想到一块去了，行李车和拖把就是米莎使用的战斗方式。所以拖地也是要拖到敌人身上去的喽。又是溅一身水，又是落了一地箱子，可怜的米莎该不会被投诉吧？不会不会，虽然米莎在工作中的冒失带来了一些混乱，但她依然是我们的好队友。队伍使用的战绩点越多，米莎也会被大家的努力所打动，她的终结技也会打翻更重的行李箱，打出更高的伤害。这人的不会都是列车组的行李箱吧？那也没关系，叫舍迪嘛。啊，跑题了跑题了。Destruction with bags。米莎还是有很多实用的技能的，比如说她的秘技可以创造一个实停的区域，在区域里的敌人会受到时间的影响，停住行动。That is a nifty little skill。不用担心被敌人偷袭了。是的，毕竟为宾客带来信任和安全感是米莎一直以来的工作目标。虽然在实践的道路上有很多的挫折，但是米莎还会再接再厉的。了解完2.0版本的新角色之后，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大家最关注的卡池信息吧。Okay. 在上半版本的跃迁活动中，开拓者可以在卡池中获取限定女性角色黑天鹅和限定光锥重塑时光之翼。我们可爱又冒失的门童米莎也将会出现在上版本的卡池之中。而在下半版本则可以获取限定五星角色花火和限定光锥游戏成环。
期待这几位实力不俗的新朋友加入我们的开拓之旅。哎，那有没有其他老朋友再次与大家相会呢？三浦在2.0版本当中也会有两位来自仙州的老朋友大家重逢。罗秋在2.0版本前段，限定五星角色单横隐月与光锥比阳光更明亮的获取概率将会提升。而在后半段夜圈活动中，限定五星角色景元和光锥拂晓之前的获取率将会提升，与朋友们齐聚一堂，共同欢度匹诺康尼的假期。但大伟哥在匹诺康尼的冒险过程中，除了朋友，也会有其他新的人登场。首先就是萨姆，黑色猎手最后一位成员，出于一些原因，他会和我们进行一场切磋。星河猎手萨姆与我们交战时，会燃烧自己的生命，并大幅增强自己的战斗能力。同时，他将会把战场点燃。感觉萨姆的战斗风格是很搏命的感觉，好帅啊！我和他能不只是敌人吗？ Will we be more than just enemies？ 星河猎手也算是各位开拓者的老相识了。之前登场的卡夫卡、银狼还有刃，都和大家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相信这次在匹诺康尼，大家一定也会和萨姆产生一段美好的回忆。你说的这个美好回忆，应该不是挨打吧？此外，要提醒大家，在匹诺康尼各个区域开拓者还有机会邂逅一种豪杰猛士王下一统。这是刚刚跟钟表小子聚众闹事那两个吗？哎。不是大伟哥，你这样说就太伤他们的心了。我必须再次严肃地强调一下，王下一统性格孤傲，一生都在渴望强大的对手。而作为强壮的战士，他们最为独特的地方在于没有弱点，而且常规的攻击几乎无法对王下一统造成任何的伤害。啊，那要如何打败他们？也是有办法的。当我们攻击他时，他会被添加攻击者自应属性的弱点。他没有弱点，他的弱点就是开拓者。哦，所以垃圾桶是我们的好兄弟啊。确实。所以我们对好兄弟就要勇敢地击破他的弱点，这样他就会认可玩家的实力，留下一个帅气的背影，然后潇洒地退场。看来垃圾桶啊，真的成为了我们开拓旅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呢，开拓者也可以尝试去跟王下一统推心置腹地聊聊天，说点好兄弟喜欢听的，这样有可能他就会放弃跟你大战一番的想法了。垃圾桶喜欢听的是不是垃圾话？哎，我真怕你们下次把整个星球都做成大垃圾桶。啊，关于这点，据我所知，可能在场有66.66%的人有这样一个想法，66.67%。What？ 那除了这位潇洒的战士以外，开拓者也需要应对一些来自梦境的奇妙生物，比如惊梦剧团和异域迷音。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匹诺康尼是一个梦境的世界，而家族承诺这是一片美梦，但偶尔呢，梦中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即转向紊乱，然后发生不稳定的变化。梦中的物品会在他们的影响下变成惊梦剧团，受匹诺康尼庆典氛围的影响啊，这些生物在诞生以后依然忠实地扮演着原本的角色。不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演出可能已经和破坏无异了。惊梦剧团和异域迷音啊，这俩名字听起来好像有种舞台剧的感觉，但他们其实长得还是挺有区别的。如果用一个匹诺康尼的形容词来解释的话，惊梦剧团长得非常的苏洛达，比如说田园泰山原本是苏洛达汽水的运输工，失控后喜欢向路过的宾客身上呲汽水，把苏洛达喷人一身，可以说是一个热爱分享的可爱小甜心。而原木先生原本是匹诺康尼的电视节目的群演，现在他依然可以随时切换两副面孔，一面攻击开拓者，而另一面就会为开拓者提供战斗辅助。我帮人打我自己，这个精神状态的确堪忧。那抑郁迷音的敌人们是不是也跟情绪有关啊？没错，梦境中除了美好的期待，还会有一些潜意识深处更深的认知和意向。当大量的情感在抑郁中堆积，就会产生有形的实体，他们会幻化成一种存在于抑郁之中的生命。Yeah, they're so important. They always do that. 因为匹诺康尼的梦境本身也是一种微缩抑郁嘛，所以抑郁迷音也会出现在其中。相比惊梦剧团，他们的外观会更加抽象。而因为抑郁迷因源于人的潜意识，所以外观上面会残留一些人性的元素，比方说其中的视线无处不在，它就源于视与看这两种概念，其实会贯穿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再比如我心支离破碎，体现的是坚硬的躯壳下往往是脆弱不堪的心灵，而其中最特别的情绪就当属这一位何物朝向死亡了。何物朝向死亡游荡在匹诺康尼，是玩家能见到的最强大的抑郁迷因。有关他的恐怖传说在匹诺康尼广泛流传，但很少有人见过他的真容，因为所有见过他的人往往都没有活着回来。
其实看他的名字，他并不是单纯的死亡，而是核物朝向死亡，它是某一种更为复杂的概念的迹象集合。不过现在就用暂且就用死亡来称呼他吧，也无妨。提问，你们刚不是说匹洛康尼很安全吗？我没说过呀。我说过。当然了，核物朝向死亡在战斗中能对角色造成致命伤害，受到致命伤害的角色会被困在永眠木结中，开拓者需要消灭永眠木结救出队友。一旦我方所有角色都被困在了永眠木结中，就会视为战斗失败。核物朝向死亡，反正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呗。死亡是人类无法回避的议题，也是我们人类心中最深的恐惧。所以我们也是想通过美术表现，yes, 让死亡的概念做出更多的压迫感。The hand 比方说，他身上有很多张长得像眼睛一样的花纹。哎，大伟哥，你看见这些花纹第一感觉是什么？有种被盯着看的感觉，有点瘆得慌。和人类不同，核物朝向死亡有很多只眼睛，而且随着战斗的进程的推进，这些眼睛还会逐渐变成血红色。当他的三对眼睛都变成血红色的时候，就获得了能直接对角色造成致命伤害的能力。死亡无时不刻不在注视着你，这就是我们在设计核物朝向死亡时想传达的感觉。另外，角色的灵魂被怪物抓走时，空荡的肉身还留在原地，这也是我们对死亡的一种表现形式。哎，我真的很好奇啊，你们是如何把这么抽象的内容做出来的？不瞒大伟哥，最初讨论抑郁迷因事件的时候，我就先抑郁了，感觉很迷，因为这概念实在太抽象了，你很难想象如何把这些这么抽象的概念落到实处，而且还让玩家能感受到。所以就比如说用怪物来表现死亡的概念已经很抽象了，还要在此基础上展示核物朝向死亡这个概念，那实在是想破了头都不知道该表现什么。但对于设计怪物的同学来说，随着制作 deadline 一天一天的推进，他们这种朝向死亡的感觉会愈发强烈。听上去在研发过程中啊，项目组的同学还是经历了不少困难。那故事可太多了，我们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纪录片，带大家走进星穹铁道项目组的工作日常。那不如我们先看一下预告片，顺便进入兑换码时间。 This is like, oh, okay. It's along with the code. That's nice.者乘坐星穹列车驶过宇宙间的万象世界，下一站是梦想之地匹诺康尼。我们来到米哈游，探寻匹诺康尼创作过程中的幕后故事。会见专业编剧，听说烧鸡老师是药学专业出身的，这个跟匹诺康尼有什么联系吗？啊。聆听工作心得，最烦那些模棱两可的需求了。发表深度锐评，就这样。见证同事操戈，跟我一起走进崩坏星穹铁道项目组，见证这场开拓之旅的前方究竟会有怎样的惊喜。I have stopped questioning it, Chad. I can't. I don't know what this game is doing. I give up. I have given up. Okay.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表现，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梦还可以帮助人类进行创造性思维，通过梦中的灵感和创意来启发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梦境世界里，我们可以轻易地改变物理法则，达成我们想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有关于梦境的世界，那么不如整个大火，比如你们将要看到的匹诺康尼。哇，胖哥，胖哥，醒醒醒醒，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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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哎，卢总，胖哥刚刚辛苦了，辛苦了。应该的，应该。一定要锻炼。我是崩坏星穹铁道玩法设计胖可。我是崩坏星穹铁道的交互体验设计土豆。欢迎两位啊。and 胖。说回刚才啊，我们想创作出什么样的匹诺康尼呢？作为玩家翘首期盼的新星球，它一定要是一个足够炫酷且充满新奇体验的游戏世界。在匹诺康尼的玩法设计中，我们希望能突出梦境的体验。在梦中，你可以突破物理规则的限制，实现那些在现实空间中无法做到的事情。比如我们基于梦境世界这个概念延展出来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玩法。举个例子，
在2.0版本，开拓者可以通过一种特殊能力梦客漫步，走到墙壁上，体验到世界颠倒的感觉，像你刚才那样。对，例如在节目的一开始，大家看到在梦境酒店中，开拓者可以体验到多面重力的变换，在不同方向的墙面行走与战斗。但要提醒大家，重力的转换是有存储次数的，所以在看见能回复次数的梦泡酒塔时，一定要记得补充。那在新的版本，我们还准备了两个非常奇妙的场景：筑梦边境与质子的梦。筑梦边境是家族的筑梦师正在建造的地方，简单来说就是施工工地。当开拓者探索这个地图时，需要使用一种特殊的能力筑梦谣言来形成道路。这个玩法利用了视觉误差，使得本来高低落差很大的场景能被开拓者的脚步所遍及，最终到达梦的边界，俯瞰瑰丽又宏伟的梦境都市。匹诺康尼还会遍布筑梦拼图，只要拼出图形上的图案，就能美梦成真。比如你能直接拼出一个宝箱、一个机关、一个 NPC， 甚至可以直接拼出一个前行的区域，开启之前无法通行的道路。而在质子的梦中，开拓者可以使用梦客漫步的能力，在一处梦境世界中最大的走墙房间里行走，获得新奇的探索体验。其实在2.0版本，我们也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活动，比如哈努兄弟越狱记活动中，开拓者将体验诸多有趣的新玩法。那哈鲁兄弟和钟表小子一样，是匹诺康尼经常出现的一位动画角色。是的，在活动中，开拓者会在匹诺康尼的梦境贩售店中接触一枚题材特殊的梦泡。啊，通过梦泡可以体验不同梦境？没错，在这个梦泡中，邪恶的典狱长将苏勒达列为禁品，引发了众怒。开拓者不仅要帮助自己和狱友越狱，还要肩负起抢夺美梦监狱控制权，带领大家获得新生的责任。燃起来了。那具体要怎么做呢？首先，开拓者要将自己作为人肉弹珠机进行发射，上演一出速度与激情的戏码，驾驶囚笼逃出升天，然后利用镜面迷宫中的移动模块和镜子的倒影来修复苏勒达的运输通道。喝上了苏勒达的反抗菌就能提振士气。接下来，开拓者还要变身为迷你版的哈努兄弟，突破典狱长石头老板的重重封锁，拿到监狱密钥，获得监狱控制权。最后，开拓者还要在迷离的梦境中与分散的狱友们会合，使用梦境中的特殊能力梦客漫步，在支离破碎的梦境空间中上下翻转，自由行走，找到分散在走墙房间中的狱友，共同赢得最后的决战。在前面这些梦泡测试完成后，开拓者可以在多名四星角色中任选其一作为奖励。容我问一下，We can get four star characters as rewards. 这些奖励应该不只是存在于梦泡里吧？有。大伟哥放心，虽然哈努兄弟越狱记的这段梦泡故事是虚构的，但我保证各位开拓者获得的快乐以及奖励一定是真实的。梦境是自由的，在2.0版本的任务中，开拓者在匹诺康尼还将获得一个特殊的能力，修复 NPC 的情绪。人是情感的动物，会在情感的指引下做出选择，也会因为情绪而困扰。各位开拓者可以帮助他们疏解心中的苦闷，或是让他们平凡的一天过得与众不同。听上去是个心理治疗师的工作。也不尽然，非常期待开拓者在游戏中自行体会。但是想提醒一下大家，人类的情感真实非梦，请大家认真对待手中的选择权。好的，匹诺康尼的这些新玩法的确很有梦境的味道。其中啊，我还是最好奇那个走墙的玩法，不知道项目组的同学为什么选择了这个玩法作为设计重点呢？一方面是觉得能在墙面和天花板上行走是人类很常见的一种梦境体验，这个玩法可以最大程度引起大家对于梦的共鸣。而另一方面嘛，毕竟我们的场景做得如此精致漂亮，这么好看的地图只让大家踩在地面上未免过于浪费了。我们希望开拓者的足迹能够遍布匹诺康尼的更多地点，看到更多在现实世界中无法看到的场景。能跟游戏内的场景进行更加丰富的这个交互互动啊，想必也是花费了不少的心力啊。也没有吧，你看我今年20，做完匹诺康尼以后，人也变年轻了，气色也变好了。啊，好吧，那么项目组同学们还带来了什么样的惊喜呢？进入新世界之初，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梦境护照，
开拓者在梦境世界中的各种体验、有趣的剧情都可以用它来记录。大家可以通过主线任务、城市探索等方式获取记录剧情的专属贴纸来装饰你的护照本。随着剧情与探索的深入，护照也会解锁越来越多丰富有趣的页面。那么积累多种梦境，说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做出美观的护照本啦。哎，这个给人的感觉很像在游乐园里收集印章。没错，匹诺康尼就是一座巨大的游乐园，我们希望每一位开拓者都能在其中找到乐趣，留下美好的开拓记忆。为了让开拓者尽快熟悉匹诺康尼这座大都市，我们还推出了逐梦客实训限时活动。在前往匹诺康尼的途中，一份花边小报被不知名人士塞进了开拓者的收件箱。回复 TD 可以退订吗？还是别吧，有奖励的。跟随指引完成指定的探索和收集任务，就可以领取相应奖励啦。除此之外，惊险刺激的惊梦电视台战斗活动也将会与开拓者见面。惊梦电视台是惊梦剧团开的吗？ That's a dinosaur, that's a robot one. 他们没有合法执照。匹诺康尼电视台信号被惊梦电视台劫持，所以导播拜托开拓者与惊梦电视台进行战斗，从惊梦电视台手中夺回电视信号，实现流失用户的回流。嗯，高端的商战往往都以最朴素的形式展开。惊梦电视台的成员具有不同的异变机制，与不同的成员进行挑战，获取更高的战斗分数。其实我很好奇啊，惊梦电视台都会播什么节目啊？都是些稀奇古怪的节目，什么与银带山同行、与星共舞之类的，没啥好看的。我们建议开拓者还是要把关注点聚焦在战斗上。其实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节目，大家都知道，出来旅游嘛，除了知名地标打卡，吃吃买买也是非常重要的旅行体验。最近呢，匹诺康尼展开了旅游推广活动，希望能够通过赠送纪念品加强对外宣传，从而带动匹诺康尼的旅游业。在2.0版本的匹诺康尼美食庆典活动中，开拓者可以前往钟表餐厅参与美食活动。在活动中，开拓者需要搜集指定原材料交给钟表餐厅，餐厅会帮助各位免费加工食材，并给予开拓者相应的奖励。做出来的好吃的可以免配送费寄给宇宙星级各处的亲朋好友们，还有机会收到他们的回信反馈哦。出门在外不忘亲朋好友，你们人怪好的。在2.0版本，我们还有全新的材料会和大家见面。先来看看我们的橱窗上新。首先是全新的碎洞仪器，死水深浅的先驱，穿上这套仪器的角色能对受负面状态影响的敌人造成更高的伤害。以及机心细梦的钟表匠，是一套能为队伍提升击破特工的套装。嗯，在2.0更新后啊，开拓者可以前往新的侵蚀碎洞进行挑战和获取。对的，在新的版本还新增了量子属性角色进阶材料致梦喷枪，以及冰属性角色进阶材料冷藏冰箱。Runman said， 看来这就是花火和其他的角色进阶材料了。没错，同时也将新增毁灭、虚无、童鞋三个命途的行迹材料。2.0版本的三个角色会使用到这些新材料，开拓者可以前往新的拟造花萼副本获取它们。忘却之庭和虚构叙事的商店在新版本也更新了可兑换光锥，开拓者可以使用代币获取它们。都说光锥是记忆的封存，不知道在这些光锥背后会有哪些新的故事呢？具体就等待开拓者在匹诺康尼的故事中寻找了。我们希望这些全新的光锥能帮助到大家的开拓之旅。与此同时，项目组的同学们一直都非常关注开拓者的反馈和意见。在之前的版本中呢，我们一直在根据大家的反馈对游戏体验方面进行优化。我们始终觉得系统方面的优化或许没有更新版本活动那么直观，但它其实是游戏的地基。优化一些系统功能也许放在整个游戏里很小不太起眼，但是却能带给开拓者更便捷舒心的体验。我们希望让每一位开拓者都有舒适顺心的游戏体验，而不是让一些交互体验上的小石子成为大家开拓路上各脚的负担。项目组的同学有心了，所以在2.0版本中啊，也会有系统方面的优化与我们见面吗？没错，那我先来说一下与剧情相关的优化吧。在2.0版本，我们将推出一个梳理游戏故事线的功能——命路歧途。
命路歧途将以每个开拓过的世界为单位，按照时间线来记录发生在这个世界里的故事和人物剧情。例如开拓任务章节、开拓序文章节和一些重要的支线章节都将汇总为一条完整的故事线脉络。通过这个功能，开拓者会更加清晰地了解自己目前正在进行哪些任务，更好地理解发生在这个世界的剧情脉络，合理地安排体验流程。是的，有了这个功能，开拓者也可以更清晰地回顾旧世界的见闻。也许命运的结局是注定的，但每一位开拓者依然可以决定如何抵达那个目的地。我又要说出那句话了，当我们有机会做出选择的时候，不要让自己后悔。大伟哥很懂的嘛。那我们的开拓之旅除了值得被记录，很多时候也需要有人的帮助。在2.0版本，开拓者可以放置更多的支援角色来帮助好友，并获取更多收益。我看到也优化了支援角色的筛选方式，能帮助开拓者快速找到某个好友的支援角色，或者迅速筛选出陌生人的强力角色。是的，除此之外，仪器的升级也会迭代，在升级时可以更为便捷地置入材料，将仪器升级到指定等级，也能更快捷地进行仪器筛选，对刷到的材料进行快速的分类。那我们还新增了针对不同角色的仪器套装搭配推荐，开拓者可以一键筛出推荐套装，迅速切换。同时更新了仪器标记气质和分解方面的优化，提高了查找养成材料的便捷性。相信在清理了这些小石子之后啊，开拓者在匹洛康尼的开拓之旅会更加愉快。请大家放心，我们将持续关注反馈，在系统优化这块只有大家想不到的和策划想不到的。好吧，也感谢两位同学带来的更新和优化资讯了。那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等着大家。They told us about the mini events also. How much is left?大伟哥，欢迎回来。哎，竹子老师啊，怎么是你啊？难道我刚才在客房的入梦池里睡着了？您觉得体验如何呀？哎，梦境果然美好，我现在也不想醒来。请您放心啊，梦境虽美，现实也不逊色。我们为开拓者准备了丰富的内容，一起来看看吧。在匹洛康尼的全新内容更新之际，我们希望能和所有开拓者同欢共乐。首先一定是我们的老传统，依旧是为大家准备了紧张刺激的签到环节。大家一定记得前往寻星之旅获取免费的十连抽。没错，不仅如此，大家还可以通过戳星之旅签到活动再领取十连抽。在2.0版本中啊，大家可以通过签到活动获取20连抽。20在2.0版本开放时还将开放盛会邀约活动，在活动期间，开拓者可以 DIY 匹洛康尼的专属车票，与朋友们一起探索全新的开拓旅程。邀请好友回归，除了可以获得星穹，更有机会抽到实物奖励。这么精美的定制车票，快带上好朋友们一起登上 Get your bestie on board。而随着列车逐渐临近匹洛康尼，受梦境溢出的影响，现实中也将出现一些匹洛康尼的景象。竹子，你的意思是，从2月开始，匹洛康尼的梦境将会逐渐降临在世界各地，开拓者将有机会在现实中体验到匹洛康尼的部分风土人情。还有这种好事？但要是有开拓者来不及到现场参与，也想体验匹洛康尼，还有什么途径吗？那当然也是有的呀，匹洛康尼预约入住活动网页现已开放，
开拓者可以邀请朋友们一同入住白日梦酒店，还有机会获取星穹、食物奖励等奖品。ROG LA， 哎，我这么多介绍之后啊，开拓者一定都对匹洛康尼迫不及待了，赶快邀请小伙伴一起入住吧。话说回来啊，最近梦境世界的游客增加啊，我听说匹洛康尼的电视台也更新了新的节目内容。大伟哥，你的消息真是太灵通了。在近期，我们将推出经典的动画短片《钟表小子和他的朋友们》。相信经过之前的介绍，大家对这位经典荧幕形象钟表小子十分期待，那感觉能冲一波匹洛康尼电视台的收视率。是的，让我们期待这部来自匹洛康尼的经典动画短片，一同感受钟表小子精彩又有趣的冒险。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仙舟罗浮的小桂子和素商准备了一场精彩的表演，崩坏星穹铁道动画短片《太平林心碎》将在近期与大家见面。看着架势是准备了盛大的舞龙舞狮表演啊，你说仙舟罗浮的朋友们也会一起包饺子吗？我觉得他们应该会一起串穷石鸟串。很喜庆啊。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有重磅消息要带给开拓者，就由大伟哥你来揭晓吧。首先是崩坏星穹铁道将在全球各地举办线下嘉年华活动。 OK， 是的，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期待与开拓者的线下相见。还没完啊，除了嘉年华，崩坏星穹铁道演唱会也在筹备中，预计也是在今年的年中和大家见面。那关于嘉年华和演唱会的详细信息，我们也会逐渐为大家揭晓，请各位开拓者持续关注官方情报。好，那么崩坏星穹铁道 2.0 前瞻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OK， 非常感谢各位开拓者的收看。匹洛康尼的故事将在2月6日上演，我们期待着这场美梦能给予各位开拓者最真实的力量。我们衷心希望所有的开拓者都能感受到太空喜剧的快乐和美好，请大家尽情期待新世界匹洛康尼。 Wish you a good dream.